因为关系不寻常哦。我觉得蔡依林有去他演唱会表演啊，来来来，没有有一个桥段是就打他屁股了，是吗？好好色情啊！在彩排的时候我都啊做做动作，可是真的来的时候就知道。我打到蔡依林屁股，有一份什么感觉？对 ，QQ 的。要先问大家音乐的题目，平常喜欢嘻哈吗？喜欢。有非常喜欢吗？有。你以前就是嘻哈高手，对不对？嗯。对。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话？我没有这样讲话啊。刚刚有啊。Hip Hop， 你是常接触 Hip Hop？ 还蛮喜欢听的。你喜欢嘻哈的什么样的感觉？我喜欢那种节奏的感觉，节奏，就很舒服。好久没有跳一下，不要，还要烦哎。有，你要不要跳一下？不要，最近没有刷新，早到刷新早我就很久。好，那我们整个全班开始律动哦，所以讲话又有嘻哈的节奏哦。今天黑人老大要问你们最喜欢男艺人的饶舌歌手是哪一位，请举手发问哦。来，我们先举手发问的是小杰。哪一位？我最喜欢的是王力宏。嘻哈的部分没有跟着节奏，要自己的风。好，那你喜欢王力宏是不是？白嫩嫩的，很想捏。如果王白嫩嫩，你如果王力宏来的话，你敢捏他吗？下一次，如果他愿意让我捏的话，我当然愿意捏了。可是哪有人愿意会被人家捏？不然你就偷偷捏，然后我们假装没有这回事。好、就他在讲话讲讲就过来这样捏，捏屁股。后面的病完了哦。你不是才15岁？小心教我的。捏哎，女生捏男生屁股会有感觉吗？什么感觉？会有感觉吗？不是会感觉很快乐这样吗？嘴人的快乐吧。不会，对不对？那不要做这种混蛋做的事情。好，还有谁？好，鬼鬼，鬼鬼有办法用嘻哈的节奏讲吗？好。Oh yeah， 鬼鬼 in the house。有，我最喜欢的是周董。周董。为什么是周董？因为。因为他唱歌非常的飙，好咖，鬼鬼吞吐好像不是很好哈。他有试图用那个叠词把它盖过。为什么喜欢周董？因为他唱歌非常的有幽默感，然后我觉得很屌。幽默感，对，幽默，自己的风格，他也创造了那个自己独特的华人风格。那还有谁呢？来，小军，潘玮柏，他上次来，似乎有一段即将萌芽的感情。你有被电到吗？上一次你跟他是怎么样的接触？你跟他之间是怎么样的接触？摸鼻子，对，摸鼻子 ，first love。那你对于潘玮柏个人音乐上面有什么感觉？然后有没有节奏来试试看？小勋来 ，come on， 喜欢潘玮柏的哪一点？现在用嘻哈的方式告诉大家哦。喜欢潘玮柏的全部。
我也不知道啊，全部，哎，有点顺哦。全部就对了，因为潘玮柏啊，上次来之后呢，在华人地区引起轰动，因为我在内地宣传的时候啊，我也不是宣传啊，我去内地然后去看的时候啊，上海就播重播好几次，真的，潘玮柏在内地相当的火红。接着呢，小青的老公又来了，让我们欢迎潘玮柏潘帅。瘦了，从上次来然后到现在隔多久？隔了差不多半年多左右吧。是半年吗？半年多左右。有半年吗？12月就来吧，还蛮快的。对，还蛮快的。对，哎，又出新歌。是，掌声加尖叫。讲了，我真的很不好意思，一直后面偷笑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小雪个人很喜欢你曲，不是，再就是又结巴，紧张。上次磨完鼻子之后，有造成生活上的影响吗？还好，只是会很多人会问我说，哎，你跟那个黑社会妹妹的那个小薰是不是怎样？是不是真的弱点？对。那你会不会，比如说写歌写一个 moment 会想到小薰的话吗？有吗？有一首歌叫做《来电》，还有一首歌叫《我想更懂你》，还有一首歌叫《谢谢》。那你刚才喜欢人家吗？你没有，刚谢谢，就谢谢，真的有在谢谢。没有了，就是蛮多的一些歌曲，蛮适合男生去唱给女生听。哎，这样子。我听说他这次也是慢歌，有一首慢歌非常非常好听。哦，那是千万比台长喜欢的。对 ，Andy 他非常喜欢。然后这首歌是讲什么故事？这首歌是讲以前的一些故事，就是其实这张专辑我觉得蛮巧的，是我在写的一些歌曲的时候，是把一些之前的想法把它写出来，然后就有好死不死，刚好我的初恋情人要结婚了，哇，他寄帖子给你吗？他打电话给我。然后我就说，他不要在他说明年3月要结婚，然后问我要不要去，我说好，当婚礼终结者，就是这边闹啊干嘛的，对啊。碰到这个事情，心里是五味杂陈，真的，又非常祝福他，又一点觉得很震撼，对啊，在一起差不多3-4年的时候，高中到大学，对。这今天深入了解一下，那时候是初恋吗？算是最爱的，有对他讲有爱吗？因为有分哦，像潘玮柏这样的男孩啊，从喜欢很喜欢到我爱你，这是有阶段，有就绝对有，有讲到我爱你，有每天都讲啊。什么情况会讲？讲完电话就讲完电话一定要讲，然后当然第一次讲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紧张，对，但是后来讲完之后就每天睡觉前你还记得第一次情况是什么？第一次啊，有没有结巴？我没有，我爱洗澡。大家看坏小真的是。只有那个时候，就是第一次约他去高中毕业舞会的时候，哎呦，很紧张。美国学校玩弄舞会的，对，然后就很紧张。那次结巴之后，就没再结巴，因为两个人个性还蛮合的，对啊。哎，你们舞会是跳慢舞这样？对啊，有啊。对，那个女生的手要放这样嘛，然后女生是这样嘛，然后男生。那我现在假装你女朋友这样。好，你是我女朋友。我是你女朋友。小心再来一次。小心。